雨电，雨电安安，赵华雨电，火鼠早。咪咪早。我的喉咙怎么了？没有，因为今天没有什么讲话。我应该说我没开台，其实理论上我私下也不会讲话啦，因为也没人跟我通话。你看这头发，我快甩到脸上欸，超强欸。男人早，女人早。然后想说，哎，刚想睡觉，可是怎么躺都睡不着，然后还逼自己不能滑手机欸。哎，想说，哎，不然就打打我了。哎，亚德早安。我还想说，还是玩个狂野之心，因为今天好像有新增一只猴子，可是我想说，就等安妮玩的时候再一起玩。哎、欸，我想说刷不到，刷手机好，结果开台玩游戏，不是，我没有滑手机在睡觉，但是躺很久睡不着，那就想说啊，那干脆开台好了。原来那个啃大瓜是音效啊，棉被猫，感谢棉被猫的四个月。早安啊！哎，瞬间再带谁好嘞？再带一个谁好嘞？终于等到今天。哎，看一下，肯定是变热不好睡。对，那于是我也去看医生了啦。就跟医生，他说怎么来了，我就说，天气变热了，开始有点，哎、欸，我跟他讲说天气变热了，痘痘开始长了，我叫我不要熬夜，我说我就没熬夜哦，看一下瞬间跟谁配，这是谁？黄盖。算了，来荀彧，不是我家。OK， 你真的没熬夜吗？没有啊，我如果今天作息是国外的作息，去靠腰哦、喔。今天作息是国外作息，我怎么会是熬夜？对吧？今天如果我的作息是国外作息，这怎么会是熬夜嘞？这么说也是啊，对吧？没有说服力吧？说服力多。这个人狂换呢、欸，啊，他就挂台啊，很会挂啊。然后他们之前没有啃大瓜，都是累积到一万块换安妮的那个音效包啊，对吧，李恩？话说，我们现在只在不同时区。
妖尼姑。哎呦喂啊！这久违的杰瑞，他也没有久违啊，最近蛮常出现的。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看看哦，小怪先打。我干这么痛！死了！太痛了吧！那周末这么凶哦，白天睡觉晒黑色素，白天睡觉哦，按二周末太狠了吧？这里是哪里？哦，欸，这边有路哦。太一熬夜上班，安安。Oh God！ 我刚刚是越级打怪了吗？好像是欸。哦，原来死掉。哦，死掉郭家就不见了哦。哇，那么亏！哇！以为又卡了，我哥，哎，老头，趴下。喂，我靠！
判哦。咦？好恐怖哦！再来，卧龙二周目不适合我，好恐怖，好恐怖！这些二周目的怪，好恐怖哦！六等，怎么过去？啊，我不那么紧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活。
天哪！哎、欸，我想一下哦，鼻子，哎，然后想说睡不着。开台啊，不知道玩什么啊，玩这款好了。哎、欸，可是我是不知道哎、欸，在想。黄金将国家将有乌烟瘴气，更有凶恶之妖魔在各处出没，请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哎、欸！等等，房间似乎藏有物品。我这是不是好？瞬间我们上。这附近似乎藏有物品。好的，好的。哦，我那天没有带 HT 来这边玩过哎、欸。哎、欸，他瞎了、哦。没事，我也瞎了，我也瞎啦。
哇哇哇哇哇！龙尼姑在哪？咦？啊！谁又看到我了？你去惹老虎哦？哎，没有哎。怎样？
小雪早安，下午好。哎，入侵入侵。啊，二周目不是我二周目已经，我应该说我一周目已经通关四天了，我都在混，没有在打。这样小雪你有玩吗？都在混。我的心蹦蹦蹦。哎，不用理他们。玩的有点抖，谁儿？不能跟他们。妖尼姑。有骑士推荐我打，所以我在努力打霍格瓦兹通关。2023大作有够多，对。哎，2023一个游戏玩不完的一年。等一下哦，我记得有小怪，小怪，小怪。我现在是满等了啦，我现在等级满了，所以我左下角的灵魂爆开了。OK， 里面就是 BOSS 啦，来，我们来叫一只谁好嘞？元君啊，叫一下郭嘉，你再出来一次吧。哎，我小棋子错过太多了吧？哎，算了算了。手残党友善吗？我看很两面呢，很多人都说这一次的作品很难，但是又很多人说这一次的作品很简单。我玩起来是觉得偏简单呐，因为我魂类游戏玩的不多。我之前只玩过他的前一个作品叫人王二，可是当时我是看到一只小兵我都可以打一分钟以上，一个小怪哦，那种瘦不拉几的小怪我可以打一分钟以上，啊，不然就那个小怪是你会你应该说你就算神装了你还是会不小心被一个小怪咬死啊，但这个不一样，这个我现在玩起来是觉得很简单啊。
是张角，不能继续放任他为所欲为了。你看。还什么？你看，还是过了。没有，这个是，其实这只是张角啦，他是黄金兄弟的大哥啦，他比张良好打，他哥好像真的比较简单的，不。没有，他其实不好打，是我私下有在努力练，就是我现在就是在慢慢看我该怎么玩，后来发现我说我这个就是叠那个敌 buff 叠得很快，所以我其实就是一直那个、武器附魔状态嘛，就是刚刚有上雷、上毒、上火，然后刚刚就是靠这三个在叠 buff 在。就让它变得比较容易变那个处决。你真的要说简单，它没办法跟艾尔登一样外向，因为我解释一下，它你每进一张地图，有些地图特殊啦，但是通常地图一进去之后，你看一下我血，你们看到血条上面，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你看我血条上面有个零，对不对？那就是你等级零，然后刚刚我那边是等级。20吧，20就去打刚刚那只 boss， 然后他是每一进关卡都是从零开始，那个是地图里面的等级，但是你也可以他，但是他有个天赋等级啊，就这个天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啊锻炼，你有看到我左边150等，然后这边是我的配点，这样子这个是会继承啊，但是他就是让你进去每次都是从零开始，然后再就是骑术这个东西，你看我现在可以学到最高骑术，对不对？但是我解释给你听哦，你有没有看到最右边有个30 12 30，是你就是要在这个土的天赋点到30，那这个12就是我刚刚说的中间这个等级，你要中间地图这个等级到12等之后你才能使用这个技能，所以他没办法说你进去就直接开大招，除非有些特殊地图啦，就是一进去就是 boss 让你打，他就是直接调一些等级给你让你玩，他不是最菜的王吗？对啊，所以他菜成这样我才能这样欺负他，他能多人玩吗？可以，他最多是三人同共斗，三人一起游玩，然后他是可以拉人拉队友起来的，他可以拉队友起来，就好比说你刚刚不是说可不可以外向吗？对，他没办法，因为他不是开放世界，你看我配了一大堆装备，哎，我想我还配了这个射手装，但是二周目根本一只小兵都射不死，我很痛苦，哎，幺幺安安，比如像这个，然后就是现在他们流行是刷二周目的地图，刷这只啦。现在网络上一大堆就是刷五星装、刷经验值，都是打这只王。然后他是一开始，等一下你看他中间会是等级上限20，
所以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20等的技能了。他外箱就只能打野外的那些小王，但是进去地图后他几乎没有个场地让你外箱。你看我等级20了，然后晚点再跟你介绍右上角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右上角个20 1-1 跟 0-0、那个右上角那个20叫做不屈等级，就是你今天练到不管几等，你死掉后都是从20等开始。在这张地图啦，不管你死掉啊或者怎样，都是从20等开始。然后获得不屈等级是要靠那个旗帜，有大旗帜小旗帜啊。现在这张地图是因为已经锁好了，有看到右上角第二个1-1那个是大旗帜，每差一个是加2不屈等级啊，下面是小旗帜，每差一加1等级。对，我等一下打第一关给你看啊。等一下，好，就比如说外箱嘛，也不是外箱啊，就是可以用招式碾过去的，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有没有？啊，有没有？不到十秒钟 ，BOSS 就死了，就这样子刷。太好了，太好了！想必这座山谷今后也能恢复平静。哦，好快！对，现在这个已经就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十个里面应该九个都知道这个刷法了。对，这个就是越后面玩你就是可以享受到越多人的攻略。像一开始我们刷等级是在另外一张图，但是那个都是一周目之前的啦。等到后面有二周，这是二周目的刷法啦。那再来我看一下，我刚刚刷到什么。这个套装就是赵云套装，等一下，暗白痴是他的仓库，一定要找这边。这张地图是三周目之，不是三周，第三关之后，你打完之后才可以来地方。不用急，慢慢来，因为你前期也用不到太。用不太到仓库，所以慢慢来。好，我去打第一关给你看。分辨装备。因为这一代靠的是化解啊，就是闪避啦。因为它的闪避可以有闪避反击。来咯，你看好。然后右上角就是0-0，有没有？现在我就是什么都没有，连队友也没有。然后现在小地图有没有看到？右上角小地图会看得到 NPC， 是因为我这个头盔的附魔。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个下面有个察觉敌人，就是这个，有这个察觉敌人才让我比较敢冲，不然。我就是三国级娃娃，然后他还有个是侦查那个旗帜的，因为他要察觉旌旗就是小旗子，对，啊，反正就是有这两个东西，就比较敢冲了啦。有没有这种偷袭应该也都一样吧，跟法环那些一样，然后再就是你看好攻击。然后我可以反击，这样子，这是反击，然后这是化解靠腰，然后这是化解，
化解就是闪而已。哦、啊，刚刚那个化解反击是比较累的，要多按一颗键啊，然后它还让你武器变掉。对，哎。哎，什么鬼伤害啊，有够低。然后这个啊，你看我现在穿的装备叫做奸雄小奸雄啊，奸雄就是三国曹操的衣服。对，他我现在就是穿他的套装在打。一周目不是啊，一周目我是随便穿啊。二周目一开始播一个技能差很多，大砍刀。然后这个就是这种橘光烽火台，就是牙旗大旗子。技能跟装备哦，哎，那个是让你过得更舒服啦。你没有技能装备，你也可以靠技术啊，对不对？然后就是所谓的技术不够啊，装备来凑，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也蛮手残的 啊，这个白色就是牙那个旌旗。那旌旗的话，你看好，旌旗就是小的篝火，你这样想。那刚刚牙旗就是篝火。那玩把艾尔的那个篝火是摸下去，你的水会补给你嘛？但是小兵就是会复活，一样的意思，都是一个存档点。好，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那、啊、你要点天赋啊。好，然后这一代的天赋不用，可以洗点，然后不用消耗任何东西。但是洗点就是要回到我刚刚那个地方，就是第三章之后，然后去找一个老人才能洗点。这边只能点天赋，不能洗点。要不然就是买东西啊，叫人啊，什么之类的，买东西啊。啊啊，然后绕人啊，都出去玩啊。哦。
Hello。啊！你射我！啊、看。啊！白痴，我开到近。你陪我，你陪我，你陪我。哎。你是说我被打好痛，还是他打我好痛？哎、欸，还我技能，雪莉安安。好了，像那个嘛，刚刚不是说是橘光跟白光吗？怎么会有红光？红光就是要打赢这个人，这个棋子才能插。这个叫做牙将，打赢他之后才能把那个惊奇给弄回来。被扣血超痛了啊！现在二周目了啊！哎，好啦，待会打 BOSS 了。那这个 BOSS 嘞，你如果来玩的话，可能被虐个两个小时是跑不掉的啦。我那天也是被虐了快两小时才过。哎，没事的，没事的，好不好？哎哎哎哎哎，都挡了挡了挡了！哎，我刚刚想说，好吧，没有无伤，重打，真的重打了，哎，不是啊，他其实可能不是，你有看到我的走路其实有点卡，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把其实有点，你看那个，其实有点失灵了，跑不太起来。哎，没有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啊！但是他真的是有点卡啦。可是打这个 boss， 其实很多 boss 啊，打起来很有爽感。啊！要求重新再打、啊。
所以有时候他倒地我追不到，就想说算了，退退退退退。啊，好烦哦！哎等你终于等你。哎，受伤了，受伤了，繁星受伤了，咕噜。结束。好了，他就是新手要面对的第一只 BOSS。不过讲真的啊，当你真的摸熟了之后，每一招都挡到，那感觉真的很开心。番茄早啊，爬鸡爬鸡，没有啊，他刚刚有好几下午是真的动不了，只能往前冲，脚却被黏住，我不是在害怕，是我走不了。我努力先去打霍格华兹，希望能早日玩哦。你霍格华兹现在几趴啊？叫你的手把撑着啊！他其实还可以，就是不要被怪盯到就好了。我只要被怪看到，我就是你要梅杜莎有没有把我脚给冻住了。好了，要打第三章了。5%刚到森林哦，好，加油加油加油，赶快先去拿扫把。你距离拿到扫把大概还要一小时吧，有扫把后会好飞很多了啦，加油加油。你要是开台玩吗？那我等下关台去看好了。我刚刚把叫你的看成去你的，去你的手把撑着啊！我说哇，番茄怎么那么凶？嘿，要去开了，开台加油！
其实你的挂轴我还没有打开啊，我只是把那个娃娃拿出来玩而已，把那个娃娃拿出来玩弄，把弄着它。八八八八。我打得赢吗？不，我一定行，可以吧？老虎，哎呦，还有一只也靠腰，还有一只也靠腰。说我真的打赢小老虎了、欸，可是那只老虎，嗨，哎，六等而已、欸，哦，还行还行。卡哇邦嘎！四五，哎，靠腰。哎。红军，你快死了，帮你补血。我先去睡一下好了，挂台。哎、欸，还是你要打？没有啦，你累了先去睡吧。晚安，晚安。你要跟我，你要在这款游戏，嗯，你要跟我在这款游戏约会吗？那你去睡吧。我不能对不起安宁，好吗？我有安宁了，你不要这样子。这老虎等级高，没问题了，没问题了。越级打老虎，那我去跟棉被约会了。
好，加油！加油！加油！哎、欸！按到了，都按不下去。我觉得是手把限制了我的发挥嘿也不用觉得啦，就很明显嘛我现在处理老虎好像越来越顺了耶，好开心哦、喔！
嗯，哎，蒸汽获得郁金属消耗，还好。拆掉，拆掉。哦。哇，我担心尾王了，不是，我担心后面的王了。啊，手把一直不给我动欸。以攻陷敌阵，太好了，赶紧乘胜追击。好的。这是道士的修行道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像这样弄得散落一地。哦，怎么过去？扫一面旗，啊！七日脚混乱了。不够。
为什么按不到？为什么按不到？击不掉呢？跑不起来，哎呀！哎，打完这只休息了，不然我跑不起来，好痛苦哦。喷血，怎么开场就开？赶紧跑起来！跑不起来。不怕火，我还是拿火烧他。哎呀，何燕安，电根毒不变了，哦，好难动。来了来了，你知道我按吗？你知道我按吗？看得出来我按吧？好，看不出来。他不可以这样呢，动不起来啦！不要不要追，不要追，那你不要追了，按死了吧。运气哦，翻白眼呢我。哎、欸，他冲之前会卡哎、欸。来、欸、再来，我们刷刷刺猬链等。
分辨奇术。等一下哦。如果，十五等不行，哎，好，那这个好了。闪了，我闪了，我真的闪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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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另外一招。我换另外一招可以了吧？嗯。对，我需要。来，去暖床。嗯，看看哦。好了啊，不行，这等级不够。移动速度降低，那这个呢？就过。
哎，早叫完就好了，可恶！这场胜利定能为我们开拓未来。没错。哇！三等，我很不想面对这一关呢。自食诅咒，看一下哦。金木土水火，金木金克木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哪里？这里。林奈安。哎呀，要打仗仗啦。杰兰安安，中午好，中午好。打完这个应该休息了啦。打完这关休息。曹操搭谁嘞？关羽，好，关羽，我们就曹操配关羽。马错，找援军，找援军。曹丞相，你喜欢谁啊？都没有关羽，你跟关羽不好了。那夏侯渊好了。郭嘉荀彧，敦敦哥来，敦敦哥，恐怕是张让利用私财建造的地牢。曹某在京师出关。哎呀！
不要卡。开个门，开个门。哎呦喂啊，滚不了，烦呢、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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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哥，你怎么快死了？敦哥，帮你补。吓吼你，敦哥！
钥匙。欸，拿到钥匙，然后嘞？好好好。白痴。咦，怎么一个小旗子？哦，
这好像还好、欸。喂、欸。嗯，还好。不对呢，哎，算了算了算了，哎，有宝箱，对，你好厉害，距离太近了，哎，好像还好，哎，没事，哎，难难难难难难难。神身咒，哎，好困扰，好困扰，好困扰。哦不不不不不！哦，节奏乱了，节奏乱了，节奏乱不能放，这个就不能放电了哎、欸！哎呀，温阳安安，奇数，啊，少个人齁。哎、欸，北七，想自己画面，白痴。
哇，直接死欸，好且哦、喔。哪个地方啊？刚被 gank， 谁 gank 你啊？主管哦，被抓到了。抓到你咯，你在上班，我知道啊。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没有，他会叫我老板。哦，曹操，不要闹了。哎，按不到啊！哎，我操，交给你了，靠腰。文涛，文涛。一样，必须用这个吧。
讨厌啦！一直想叠 buff， 可恶！哎，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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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长出门了，所以你要做坏事了，是不是？怎么可以因为店长出门就来做坏事嘞？嗯？有这个，哎呦，伤害有变低，哎，棒棒棒棒棒，哎 ，nice nice。笑死！哎呦，在闹哦，白痴，被烧死是怎样？被滑，笑死你，笑死你 ！You can make it。哎，走这走这，哎，太黑了吧？欸、不是啊，这张地图真的是我很不喜欢打的呢。咚，来看看哦，奇数跟变奇数，木电，哎，要放什么？十等，嗯，哎，不变好了，不过。似乎正在从地牢中离出，如此行径，嗯，我弄不了。
哦，好艳艳，他去买饭而已。哎呦，优柔寡断啊，就是我吗？咦，这不是个盗贼吗？后面不是有个人吗？哇，他去了。哇！哎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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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二者如何去买单？一只人速速离开！分小气快，诶，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对啦，这个啦。欸，好像可以直接进去呢。哎，没事。哎，积极下积极，你积极都不敢积。咻咻咻欸，咻咻咻，没旗子了吧？
个，两个，好。哇，我觉得我变帅了欸。哦，小老虎，小老虎。嗯，那边好像有一个吧。不是，哦，你还是接了耳机，没事啊，早上没什么人。哎，听台是可以啊，不用特地来管。精彩吧！哇！S 级等，十五等。夸张！怎样？别人也觉得很精彩，戏不戏啊？戏不戏很精彩啊？嗯，有漏那么多吗？曹贼过来，曹贼像。谁？别乱叫！谁看到我？刚刚有人戴耳机，想放少界塔，想想算了。哦，嗯，你想听他的尖叫声是不是？哎，温阳，有人想害你啊！黄金灭亡之后，哇，这边。没旗子啦！没旗子啦！
欸，等一下喔，这边上面，哎，小旗子吗？我记得上面只是拿东西而已，也不是小旗子啊。对啊，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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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美丽起点，爱漂亮没有终点，人不爱美的听觉，不爱每天足以免别。好了，打张让了。蟑螂怕毒，奇数，哎，又要打很久了，妈妈妈妈，打十尝试了，哎，叫谁好呢？远远射的，好啦，渊哥哥，就你了，渊哥哥。好，没问题。帮说技能了，白痴！哎，干，这分身超痛哎！轻轻松松啊，简单简单。是二周目了吗？他分身跟补血包差不多意思。哎，对，二周目了。没错，这二周目了。
没啊，会打了啦，所以知道怎么打了。啊，地上放个毒就没问题了。而且我刚放错毒了，你知道吗？我是要放那个丢出去会撒一片的，就是丢面前的。哎，惨了，我担心刘备怎么打了。不是啊，你看左下角30万的魂呢、欸，100万呢、欸，300万的魂呢、欸，上次看别人台打阿宝，直接在张宝吗？直接被黏到死，我自己却死了，只次怀人生。张宝哦，还是张角？张宝是放火的那个不是吗？就是他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会一直。摇铃铛放火的那个，那个还好欸，那个王打我那时候初见就我初见杀欸，我第一次打就直接赢了，但是看动画的时候给我闪退，哎，给我宕机，导致我打了两三次，他一直跑，就给他跑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没事，那个正常啊，他就顺啊，顺到很烦啊。不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手把会这样子一直走，我知道我现在是按着，我现在是推蘑菇头哦，它会这样子走路，所以我刚刚打的过程中，我其实要用砍来位移。哎，反而张角我是初见杀，张角我也是初见杀，我就那个啊，第三章的那一只牛，然后我。搞我比较久是张良，然后第三章的那只牛，然后张让，还有吕布再来就没了欸。哦，董卓啦，那时候董卓是开台打的，那私下那个谁，刘备是打两次就过了，一样是地上放毒嘛。可是那时候是惊险过的啦，其实我对刘备的技能没有很熟。然后那时候也是侥幸过的，张辽好像打了六次才过吧。NPC 拉好仇恨，不是那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他到底在怎么打，因为我在打那个我在打吕布之前，我只要看到一个小怪，我都会这样，我都很怕跟他们打。就跟吕布打完之后，我现在就变得很敢跟他们打了。听说二周目刘备会更难，不是？超难！哎，那一周目的刘备就很难打了欸，也是顺来顺去，飞来飞去啊。还有那个谁啊，夏侯惇，看那个翅膀有够大，又有够难打。我看一下我开了没？因为我想说。哎、欸，为什么我没有开？哎、欸，请问，我主线这样不算打完是不是？我主战场都打了不算，不能开哦、喔。因为我看有人第二章后面都可以。哎、欸、呀，我要怎么解锁第二章后面呢、啊？我想说，我就是要解锁，然后开台来看。都不行欸，变成谨慎勇者了吗？对，但我现在已经没有再谨慎了，不谨慎勇者。欸、有人打到第二章后面了吗？所以第二章那个要怎么开啊？我去查一下文章。卧龙第二章，二周目才对。
恶咒墓地上。还是没有第四章，打到某些关卡会自动开启哦，谢谢。打到某些关卡哦，所以我要把副战场都打一打，是不是？哈，我要当吉娃娃了哎，我要来当吉娃娃咯，谢谢雷神酋长啊，谢谢谢谢。啊，所以是副战场都要打哦。懂了，看我怎么死吧。我想说来打打看第二章第二周目的吕布。军正疲于队，若是义勇兵，按我一个人哦。吃吃安安，中午好。中午好啊，吃吃，我干好黑哦。他是谁？你不要被我逮到哦，我很凶哦。欸、死了、欸！哎、欸，好哎、欸。长鲸鱼档哦，官邸有三只高维哦。嗯，十六弹死了，嗯，对，不好意思。哎，水好喝。都一看，他摔死了。哎呀，我铲铲来了，当个小丑嘛，没事的，没事的。看一下维欧是不是？铲铲早安。哦。哎，你应该晚点来的。啊，不对，你怎么不早点来？我刚超帅的哎、欸！哎、欸，干卡住哦，不好意思，来卡我喽。
游戏 bug 多，但很好笑，很好玩哦。嗯？哇！好哭啊！呜呜呜呜呜！刚下课到家，然后虽然吃饱，可能要去补眠，就在那边了啊！晚安。狗狗，啊！你又在那边偷射，击败人，只有我可以射射。狗，哦，这关好几只，其实都在屋顶，还好二周目的旗帜上面有变化，不然游戏不知道吗？对啊。哎，嗯，哦，看到了，哎，你知道还要特地插那个寻找惊奇。虽然后面知道旗子在哪就好了，但是我现在很多地图我都还没记熟，老实讲。哦，你好强！有排斥哦，人家在认真打啦，不要乱换啦。你看，听到声音了，害怕了啦，我变吉娃娃了啦。什么声音啦？干嘛啦？魔巴啦！哇！咻！闪！哦！当时好像是跟朋友打这一关的啊，开台，所以这关很陌生呢、欸。哎、欸，看看哦、喔。老虎贝斯真的好难抓，它要超近啊！哎、欸，你看我没打过这一关，
噔。咦？哎、欸，你不寂寞了啊！送你们下去还原。什么意思？太黑了吧？没有。那个吗？像啊。哦，下面哦。哦，是这边啊，就这边对不对？有印象了。莫名其妙打死，结果以为他是小兵。打、啊、嗯，我才黄金余党便气数已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还差一个棋子没找到，原来就是刚刚隔壁那边。说哎、欸，下面有小兵耶，杀！结果哎、欸、死掉了，我才死了。对啊，我对这关有印象啊，就是那时候想说，他说陪我到两点，然后那时候想说，哦，55分打一关好了，就这关打到08分还09分。存档。卖东西，卖东西。好困，万事果然应该松弛有度。哎、欸，
下礼拜一快到了，台南一日游。哦，你哦，成功暗杀，成功对杀招化解时恢复体力。我也龟怪很帅、欸，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迷你 Q 的那个东西吗？呜，我们这好像还好。春节，高阳兽啊，那个要用抽的哦。哇！哎，买光光，分解。啊！啊，没抽到你不就是要待在那边都不走吗？不就是要抽到有为止吗？起诉，行军。台南一日游，哎，你就把蚂蚁放地，虽然你知道台南了嘛，你就抓一只蚂蚁放地上，看蚂蚁往哪边走，你就跟着走，那个蚂蚁总会到幽离家。这关我就好，哎呦呦呦呦呦，我两等而已哦。哎。喂，不过我也不跟你找他、啊，我知道啊，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哎，装忙哎，哎，这游戏真好玩。他是一次踩两格哎、欸，好了没？冲啊！哦，要收集是不是？
按这个热爱健身的，哎、欸，那个姿势脚超酸的、欸，哎，他下盘很硬、欸，哎，很稳哎、欸，对不起，我很硬，凡旭你在讲什么？哎，船船，你怎么还没睡？你想看硬硬的地方吗？比如我的结石。哎呀呀呀呀呀呀！讲错话了啦！讲错话而已。哦天哪，我在干嘛？会转弯呢，天哪，我在玩呢、欸。卖一些情报，但太过私人的我绝对不会做，有原则。什么情报？哦，我这么什么情报？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啊。上面，我从这边是不是？俺看无啦。看不到啦，又起来哦！
嗨。嘉义以南到屏东都有丹丹，他知道啦，他就是为了一个东西去的。哎，就他了哎。God。哎、欸，打完了，打完了。这只没很强，我知道啊。做山贼不用脑，一辈子。那时候张飞燕卡在这上面，超好笑的。他卡在上面下不来。我可以爱大汉。有了，呜呼！虎牢关，哇！有了，有了，有了！没有啊，我是为了刷那个啦，那个弓箭的四品池锥。我想说，哇，原来还有第四章哦！我想说我没有解锁啊，哎、欸，这个是不是很难？我那时候我有看到人家在打，就打到抓狂，三打一，哎、欸，我不要。打赵云的嘛，白马将军，白马衣啊，啊，哎。好啦，就到这边了。虽然睡一半一半，还不是很想睡，不过躺一下，可能晚点会开台，可能晚点会玩狂野吧，看怎样。白马将军不是公孙瓒吗？是公孙瓒啊。可是，是啊，我是说打他的装备啦。这个是打赵云的啊，他叫什么仔？这是打曹操吧？不像哎、欸。你看这个，我其实这一边也都没有打，看没有，都摆的。哎，都没在打线任务。
辛苦啦，不会啦。晚安，晚安。好困，万事果然应该松弛有度。松弛有度啊。绝脉神功十位敌人。哇，这没什么好用的。哇，袜子的哇，温姐、欸，然后超好笑的哦。你看我分解，我分解一样东西啊，先这样讲好了。你看我今天如果卖这个好了，一个冰酥5000块，但是我拆掉的话。猜几个啊？欸，没看到。哦，来，再想一次。比如说个5000块好了，然后边猜是14个碎片嘛。然后你看，我出售一个碎片是1000块，那我刚刚猜了14个碎片，所以我是14000，所以。卖东西很亏啊，记得通通都拆掉，身上的珠宝碎片维持在5000。哎、欸，番茄醒了是不是？换你开台了啦！路线蛮快的，除了江通三虎之外，算变换钱蛮划算很多。对啊，你等下要上班呢，想一下啊，开台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想安妮耶，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哎，吸取体力，原攻击加2，啊，留一下啦，分解。一字仓库，你知道超白痴的，我做了一套，那个夏侯渊的装，应该是我冲起来了，可是第二张的小怪我完全射不死哎、欸。等一下哦、喔，你看这一套是夏侯渊的，什么圣师发？你看我会带16发箭，但是真的不强哎、欸。夏侯渊的装备，早知道我就做那个谁，孙策，哎、欸，孙权的装备，孙权也是远程，哎，当个水德人吗？水德是远程吗？我不知道，水德不是隐蔽，隐蔽是那个吗？隐蔽不是绝脉吗？绝脉跟那个。看不太到人，我看看，哦，他是水德，所以我要加水德，是不是？隐蔽跟远程，哦，所以我要把水德点高哦，哦，我误会他了，是不是？找旗子，哦，原来我误会啦。看，这样还是不死。刚刚说27多，
我会戳到攻击。哦，那我去点个水德看看哈。记正，秦军。啊，我记得水德只有说隐蔽跟那个血脉伤害呢。那什么？没事没事，我来看看。若有何？只有七，我是白痴哦。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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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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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远程武器吃水加成不够，看上去加成。我现在试试看。哎呦，远程武器加很多呢。叮，血量好了。行军，我想说，哎，我都已经远程伤害加到最满了，加到最极致了啊，怎么还是杀不太死怪？虽然伤害很高，二周目的怪打不死，我就哎，痛苦难过。来到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呦哎，二四多变四四多，哎，好痛哦！可是这个不能打王啦，笑死！等一下哦，古定，然后天狼，然后因为我的古定上面有那个绝技，哎，哎，那我不是有杀了之后回一个剑士的吗？咦，不毒刀？怎么了？我觉得毒刀不错啊，还是你觉得附什么好啊？哎、欸，啊，我的化解回收剑士的怎么不见了？哎、欸，等一下哦。
哦，在这里啦，绝脉成功时补充剑石。昨天看 YT 影片，才有人问说附魔磁条在哪打？哎，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直刷装备啊，刷一刷发现说终于出现那个附魔，这个是拆装备拆出来的啦，好像没有固定的地方吧？火的我只知道火的目前有吗？你应该也知道啊，只是现在我现在有火的、毒的跟土的吧，我现在有三个。哎，好好玩哦！你还招惹进入嚷嚷日常，你又在嚷嚷。哦，没事没事，慢慢玩。不够色啦，官方。戴不戴头盔啊？啊！爱你。哎，攻守好像不错呢。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摸旗帜的时候，我要存一下装备了。好玩，好玩。然后伤害太低了吧？一只要射两下。谁啊？你老，首次加入聊天室。等一下哦，等一下。哇，连这边都有机器人哦。哎，我太久没ban人了，怎么ban？你们等我一下哦，文阳救命！文阳救命！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太久没ban人了啦，笑死！你看，表示最近其实观众都很乖，要么是我太过气，没人闹事，太过气了，繁星。对吧，这个就拿来投在这里，欸，孩子，你的头在哪里啊？绝对这里，欸，哇，好好玩哦。
有人在射我。你把 mod 设定的 mod 头像打开，不就不用打指令了？不是啊，我就是没用 mod 指令啊。来看看我们的弓箭手能不能打赢。烦哦，爱玩。来，五个弹药。购买。还我等级来！想连射的话，可以选连射弩，没加成就十发了。哦，我知道，只是想还想用手把练准度。我连射弩在这里啊，这个啊，不对，这是弩哎、欸，我好像没有连射弩，哎，没事没事。因为我这配点是配那个啦，那啥，我这个配法是配远程武器，所以它飞镖不会有吃到伤害。调整，保存兵装。哎、欸，谢谢，有变强，好用。好了，我们再来欺负张良就休息吧。看我欺负他，还是他欺负我？
没事啊，眼睛在看 buff 区，哎、欸，我来看他底下 buff， 有时候很贪心，想要把状态都上网、欸，哎，更烦，哎，白痴，想要用毒维持啊。不是，好啦，我不认真了。好啦，不认真了。哎，我怎么抓不到、啊？那这边就抓得到、啊。讨厌！我私下想解无伤啦，可是解不了哎、欸，好困惑。哎，好忙好忙，先休息一下，继续上上，我要休息了，我要来休息了。最后是不是贪了？没有，一开始就没无伤了。我在贪什么？我一开始就没无伤了齁，你要不要试试看？没有，他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无伤了，我就随便打了。因为我现在在练上，然后练上所有状态啦，但是你连乌鸦都打不死，什么乌鸦、喔？我找到防护盾模式，好像可以直接挡掉刚刚那种情况。可是你有防护盾模式之后，你的画面会一直出现防护盾模式哦、喔，就是你画面会一直出现 mod 什么显示防护盾功能模式开启。那个会一直在哦。很像乌鸦的怪物，你是说鸟吧？它会放闪电下来。对不对？它是，四只脚的乌鸦。然后会飞起来放闪电，
六眼三足鸟妖。哦，蝙蝠啊？乌鸦，你是在玩？这只吗？好像是，我还没其他只了啊！哇，好正哦！明明已经击败了张宝，气局很混乱，不好。哎呀，我重来。哎、欸，不能这样子放哦，烦哦。又是猴子，不是啦，我因为我开台前我在找他练习那个啊，我不是说我在练习叠状态吗？然后我那时候是放，其实要放的话，我要换这个神兽啦，我要换腾蛇，然后奇术我要，我就是这个嘛，紫骨灭生诀是增加那个伤害，但是如果要叠 buff 的话，是要放这个，更好累积啊。再放一次给你看啊。你看满了。一拳超人奇术流吗？不是，我们要用一拳超人啊，是一拳超人就是要整个靠腾蛇啊。我只是这样打，你看两下就上去了。然后这时候是维持毒的啊，哎，就是我会先上木嘛。木的话就是，知道什么？木的 buff 会增加毒属性的那个啊，那毒的话会增加火属性啊，所以火的弄完之后就维持继续用毒啊。快速叠降气势，对，就是一直在练啊。你看，不然刚也叠很快，而且。我的装备现在是就是静电、中毒跟燃烧。我是因为我开台前就是在研究怎么弄。你好像有看过影片，对，但是他们那时候是用什么全身都是五星的装备啊，我没有啊。我现在的装备是这样子，中毒灼烧嘛，触电中毒灼烧。这个察觉敌人这种事，如果没有这个，我会很难过啦，所以我就带着。哎，不然就是
那个改成察觉敌人了，直接把武器改察觉敌人，我就把感电也绑上去。然后这个化解转机成功，就是因为打的过程中也有化解啊，然后他又多是一个 buff 嘛，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然后绝技伤害就是因为我会一直玩这一招啊，这就绝技啊，然后就会又会扣他的那个士气值。哎 ，Go Go！他多了短击两个字，是不是限地 R1 了？我看短击吗？不是化解吗？我放错技能了吗？等一下哦，化解转击，哎、欸，真的哎，靠，我放错技能了，哎、欸，我放错，哎、欸，可是我化解，你看好哦，可是我化解的时候按错了，白痴。真的没有哎、欸，对，没有哎、欸，我回去要拆掉了。去忙了，拜拜拜拜拜拜。没有，我其实一直在看 buff 栏，啊没有，等下转机看看。换招，感谢我都没注意，哎，我看到化解了就装上去了。想必这座山谷今后也能恢复平静。要小睡一下了，教主拜拜，大家拜拜，小燕晚安，小燕晚安，小燕晚安。天柱派，我要休息了。哎，不过等我装备装好啊啊！不、哦，我自己刚好有试过化解转机，发现磁条不太一样。我还要顺便拆这个哎、欸，那样、哦、白虎头。这个拆掉，
锁起来，然后解锁。感谢呆鱼的11个月，呆鱼早安。哎、欸，怎么不能回收剑士？哎、欸，不好意思。哦，远程攻击命中，回收剑士。那这个要拆掉哎、欸。绝脉成功回收剑士，哎、欸，这个超难拿到的哎、欸，这个只有一个。哎，我要休息了。刚刚还有一件衣服嘛，衣服兼熊衣服，哦，走，解锁，化解，继续推进度，加油加油！化解杀招，气势衰弱。锁定，哎，之前忘记锁定，结果我的几个装备不见了，我都不知道是哪几件不见了，好难过、哦。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晚上啦，如果有打狂野之心的话，再开台。保存是。哎，这就是我目前在玩的啦，就是这样状态。跟魔兽世界盗贼一样，哎，只是他左下角那个会越来越多啊，只是死掉还是会扣一半，就让我有点烦躁，你知道吗？如若没有您，打此物是向您准备的一份。哎，属于您的匠心，望您前行途中。雪莲，
武器都不知道是干嘛的、欸。解除异常状态，哪有空喝哦？有。使用后下次死亡不会降低士气。哇，那是不是每次都要试一下？买得到吗？个十百千万。哇，增加士气，哇，反正现在钱那么多，是不是每次死掉后吃一个啊、哦、天哪、啊、以后开吃以后就开吃了好不好，备战，反正钱那么多，反正只要一个50个碎片就可以吃一个，等一下我要换回百青龙保存是。水好像可以在某关附上层刷，也可以在手持那边用五循环。什么水啊，浮水吗？不是，没事。等一下，动作也可以买哦、喔，我现在才知道哎、欸。哦，这是抽奖是不是？银金，三或四星。不会失去真气哦。蒸汽这也可以买吧，哎、欸、浮水不行哎、欸、哎好气哦、喔、哎、欸、好啦，那大家晚安啦，有没有挥手